来哦，嚯、哦，白同学直接采访这个美女，你们知？这个小美女，我给你介绍，我叫做白同学。我叫做沈月君。不要讲真正名字，讲代号就好了。啊，你这么蝙蝠侠。我叫做小珍。小珍，阿珍哈，阿珍嘞，这是妹妹。佳佳。佳佳嘛，哦，佳佳。这上海兄姐妹吗？沈玉玲。哦，我阿玲的哦，好，来，阿要来采访秘鲁啊哦。哦，你实在无简单，白同学最阴森你的。只差一分一秒，我们就不会在这边巧遇了。你有感觉哦？哦，我就想奇怪，今仔这间火锅店，哪有两个辣手的在咧斗三工？啊，这唔就算恁公司生产的？这几只嘛是嘛？哦，系啊。然后，妈 ，hello。以后你若长大，你会记讲，哇，我含咧白同学帅哥拍照，你会足开心的。啊，即摆你若同学讲，哦，你有含白同学摄影哦，你讲你冇上电视的阿静咧，你会做主席的。好了，那这两位美女，白同学祝福你们的小孩都能平安长大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封面就要抓这一张了哦。哎呀，后面比一下爱心。谢谢，拜拜。各位老板娘，就这样。